这个很紧张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！我被吸退了！啊，不玩了！要决战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到这边就破完了。哦，我好震撼的场面哦，我好像要去干什么大任务一样。哭啊，他的龟头！等一下，你先不要咬。来啊，冷静点！听见了，你说那龟头吗？不是，哎，那龟头，那龟头老长了。哦，哭啊！哦，等一下，狗狗。这个跳过去也太危险了吧！哎呦。原来他是往下倒，我想说为什么我这么晃？头上应该是鳖吧？哦，他的鳖头。最后一个是什么？在三角堆塞满嘴，请要为掉入岩浆。哦，可以，我等等就可以过了，其他的都过剩三角嘴的了。这个很紧张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！我被吸退了！啊！不玩了！除非他突然补偿我一个，跟我说我过，他就没过。不是，我不是在气电动，我在气我自己。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过呢？猛兽面具，狂野弟弟弟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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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只有这个比较好哎，远距离的这个是什么？不然用这个打打看吧。我也不知道可以这样哦，好可惜这一步没输出到。你就继续敲，你就继续敲，没有关系，不用在乎我，你继续敲。好了好了，哎、欸，
冰很好用啊。老意外了。对啊，拿什么枪啊，烂死了。他怎么在这里？他在海景第一排。没错，这个小家伙就是这位大人遗失的另一半。这下子，这位大人终于能恢复成完整的姿态了。若想妨碍我完成长久以来的夙愿，那么现在就在此，成为野兽们的食粮吧，兽王，狮王加尔夫。哎、欸，老人撑的、欸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东西先还我一下。那个，等一下，你先冷静一下，等一下，接着啊，等一下啦，给我吃一下啦。没关系啊，我没关系啊。他这个指甲刮黑板也很恐怖。他又要干嘛？他又要干嘛了？我这血量有点尴尬，我刚前面被他痛太多。等一下，怎么会是 S 光线啦？啊，阿姨，他这个很恐怖哦，不是老婆。再不要碰一下，我不要踩戏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用火的有搞头。哎、欸，我用火到了。我要硬 A 了。哦，他长得很恶，他真的长得不友善呢，失掉了啦！他是比较大的那个吗？哦，动物们都来了，他被狗狗吃掉了，饱餐一顿，饱餐一顿。快点，别闹了，别再回头看了。对，你要被追杀来，不然他脸书一阵是不是不想爱？用你在雷，你都会飞了，还不会闪？他会变成旧集体了吗？来了，拉斯斗了吧？看起来是最后了。他是完全的菲哥特艾菲里斯，这个我一直跳不到。啊，我的魔啊嘞，魔啊魔啊，这样。哦，他会有这个波纹哦，我这打一次也太难打了吧。看他偷打我那一下，真很靠北。还有点机会，我这血应该够，我应该可以压底血把他带了。但我不知道他二阶后这个之后会变怎样、欸。去哪了？他竟然在补血！不是啊，我不知道你还有这招啊！就跟你与世共分！快点，你再让我烫几下，你再让我……哇，可以了！啊，你还有三阶是不是？哦，怎样啦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看到这一幕，爸爸到底要怎么跟小孩解释？哦，爸爸为什么他吸在他上面？就这么骑上去了？咦哟，他在流水水耶！
它好湿哦。还来，可以先给我个补包吗？我是不介意跟你打架，但你先给我个补包好不好？哦，是卡车环节，开车喽！我刚刚那个脸是，撞烂它呀！几个角度，我还要来吗？还来吗？没了吧？哦，可以了。好累哦！啊，拯救世界是个苦差事啊！大家以后选职业不要选择拯救世界啊！这个世界要烂，大家一起烂的。拯救世界太累了。一切都会被吞噬，我会用我所有的力量。什么？这个大鹅鼠要干事情了，是不是？嘎比，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。哦，他牺牲自己了。No！ 啊，那个阿迪亚怎么突然出现，然后插了个花？我看起来很沮丧，我真的觉得我胖起来会长蛮像卡比。哦，他反来了。咚咚咚咚，这大概是100公斤的我。咚咚咚，等一下，啊！不要啦！好，咚咚咚！章鱼烧，我看起来好好吃。他想要我救你，是不是？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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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啊！现在实况都在图奇进行，所以快到图奇搜寻 RABY7721 瑞比列车长，欢迎大家追随和订阅，订阅者还可以进 LINE 群组跟大家一起玩哟。